人到了一定年纪啊，你就会发现朋友越多吃的亏就越多。其实啊，人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，也没有时间去维护那么多的朋友关系。最终呢，能够让你获得快乐自由的只有两件事。那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你有足够的钱。第二件事就是你的家庭关系要和谐。当你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跟谁都要推心置腹。那些表面上对你好的人呢，他们都是各自带着各自的目的去接近你的生活当中，实际上老鼠都不觉得自己吃的东西是偷的，苍蝇呢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难看，而蛇呢也从来不会想自己是有毒的。所以呢，思想如果不在一个平面上，不在一个频道上，你就说的再多都是白费的。任何关系都不是靠你的感情和个人的人品来维护的，更不在于你情商的高低，而在于呀，你有没有利用的价值。只要你愿意请客，随时都会有人来陪你吃饭的。正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呐。